龟山岛，距离台湾岛东岸大约10公里，是一座年轻的活火山。每当大雨将至，大气充足的水分因为温差效应，会在山顶形成一顶云做的帽子。看到这顶帽子，人们就知道雨什么时候会来。龟山岛并非只有务实的一面，浪漫的本领他也很在行。岛屿附近的海底会不断喷出硫磺气体，将海水变化成界限分明的牛奶海。为人们增添了层出不穷的玩海乐趣。